他们不去谈了。那这个问题上，你给我确实当然就行了。但叔叔啊，好多这么一回来，那个时候我们一个，他们一个一喊就喊，我那一个看是走，那边一看，我那还等着你啊，到这边都在一起。那我再问你哈。我再说一下，在殡仪馆的时候，为啥子我要回来的时候，你们警方跟我说啥子？就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已经来了，但是跟他们爷爷奶奶打电话，还没开始走呢。我那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没开始走。这边他走路那是一个情况，就是在走的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也过来。走的过程中是需要你们的时间对吧？不是的，时间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啥情况。哎，他们之前要就是要过来，要过来之后，他来水来回来跟啥？那得了嘛？我要回，我不让他们来的时候，为啥子你们要让他走？不不，你听他谈，我谈这个情况嘛。他们要过来看，他们也想来看孩子，是不是这个情况？然后包括因为他们我聊的嘛，当时已经很激动了。然后这个蒋新亮那叔跟他叔伯一奶奶干，当时还有个孩子呢，然后陪你带回去吧，因为他们我聊的很激动嘛，可能觉得不是这不是你这出事吧？那叔伯奶奶干，因为家长联系，他就走哪边？当时家长一说，他们可能这种情况，因为比较激动，听到太多情况了，所以着急，还是先去了呢，还是先走外面的？他们在一个讨论，因为等着他们决定的都，因为他说不来看，那么就等着来走。但是那可能就也是有要想马上过来看，但是这边有的跟家长谈，同意看，是不是先你看了来？所以说这种情况才这边才，就说可能感觉的跟你说的哈，就说时间上哈，有一个想法，就说他走了，但是呢。那为啥子我跟赵鑫奶奶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往回赶了，而你们却把他们送到了上面去的，为啥子？不是他们也想，因为他们两个也听到，你刚才他也想过来看娃儿这个情况，结果没。